Grace Farm， 我是刘星瑜，我是 Happy， 我是 Eddie。我们今天来吃 Steamboat， 这间叫做 Stop 捞起来 BBQ Steamboat 捞起来烧烤火锅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吃。它就在 McDonald 的布达山 McDonald 的后面。那边看到啊？有啦有啦，这么广肯定看得到。McDonald 那边路口转进来就可以了。是五点才开。OK， 来走了，我们进去看。大人48块，12岁以下小孩子23，然后老人家65岁以上35。是5点到11点，哈辣的那种就没有猪肉。OK， 来走了，去看。哎，这边的果汁有3种啊，3种饮料，鱼票根、菜，有吗？看到了吗？不要浪费食物啊！不可以浪费食物。这是香菇、白鸭、黄鸭、白条、白菜，还没有。还有面。OK。这边有鸡蛋，吃火锅一定要在最后的时候丢那个鸡蛋下去。这是什么来？紫菜哦，南瓜豆腐包素，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我最喜欢的。那个腌到的那个。台味菜。萝卜酸的这种。这里是酱料区。贴心的，比较一下，这个可以给你买。哦，是哦，贴心哦，有个锅、哦、很需要啊，那个。这个很人性化，我喜欢。马来针啊，这个。OK， 这些就是丢进火锅的东西 啊，你要烤也可以吧？煲汤，又来煲汤。煲汤很健康的样子。来介绍一下有什么食物好吃。螃蟹，看到了吗？有黄的。等下不要讲吃螃蟹又说，哎呀好累哦，吃螃蟹吃到。丢进汤里面是要给那个汤香的，那个虾也很大只啊。怎样选虾，爸爸？选大大肥肥的，头硬硬的。白一点的还是？就是头标黑，给的。都 OK 啊，今天全部都漂亮啊，新鲜啊，全部漂亮啊。我真的不会选。那个沙白。这是什么鱿鱼？辣味鱿鱼。沙白。来个沙白。OK。好，肉就是这一些。先看完，等下我拍太久，这里一定有人 skip 的，所以我们就看肉就是这些。就这种 OK。我们点了2个汤，一个冬阴，一个鸡汤，那可以开始的了。可以丢那些东西去了。明天要吃什么？你要自己去选啊。有粉面那些啊。那个小兵快快板。首先要先吃。这个豆角，豆角，干煸四季豆啊，就是那个酸米吗？倒酸米来的吗？就好吃，茄子好吃，茄子，对，是好吃，茄子 OK， 好吃，这就是那个宝贝，然后这是甜酸鱼片，小妹 ，OK 啊，没有问题。好吃是吗？这什么咖喱鸡？咖喱牛肉，这个有些人讲还有一点硬啊。OK 啊，我拿这个是刚好的。温吞，不是刚炸出来，很好吃。脆脆的。虽然它馅料没有很多啊，但是就是吃爽了，吃爽了。炸鸡。怎么样？它不是南乳鸡，它那边写什么姜黄啊？虾酱鸡啊？虾酱啊，哦，很香啊！哦，
好吃啊，香啊，好吃，全部都好吃，全部都好吃。冬，这个是香辣味的吧？腌到很香啊。然后其他我也没有吃到多少啊。这个我觉得它有一股，就是我只是放那个鸡汤吧，我就觉得它很咸啊，它不是不好吃的咸，它是、哦、海水的味道、啊，海的咸。你吃什么？我炸馄饨。炸馄饨好吃吗？脆吗？很脆。脆吗？那个是哪个？哪个？就是给小朋友吃的。我看猫眼。猫眼。全部热热。很香。我们是不是烤翻车了？现在老板要来炒他的那个。没有啊，就是拿来炒一炒的。这是牛肚。牛肚还有那个咖喱腌鸡肉，嗯，就是慢慢炒了。哎，牛肚好，来、哎、你们可以先吃这边。嗯、啊，你都先吃了。吃手冻，辣味手冻。是啊，有咖喱的。OK 啊。牛肚。牛肚。嗯，这你应该喜欢。好吃啊，还有好吃、啊，牛肚，牛肚，高丽牛肚，很酸酱，我这样忙哦。虾你就没有什么特别了，都算新鲜的虾啦，因为只是煎的。哦，是还有个海鲜酱，我们没有去哪来煮。就这里。哦，这个啊，哦，啊，吃虾的话就很浪费了的了哇。有鲍鱼菇。拿一人一片咯，拿五片咯，我们一人吃一片。哦，姑爸爸不能吃，没关系，我吃。放 mayonnaise。哇，听到很脆的声音了。嗯。味道好吗？你要放天去听啊，我的声音。OK， 好看。这边有水果，耶、yeah, ！这是水果，这个是木瓜还是芒果？木瓜啦。OK， 啊，来来来，这里椰子布丁啊，椰子布丁、哦，还有牛油蛋糕，他们自己做，还有糖果，这个咸蛋苦瓜，来一点生，来试吃那个咸蛋苦瓜。还行嘛，脆，可是很苦。哎，是什么鸡肉还是牛肉？有牛肉，有鸡肉。我要鸡肉。有啊有啊，等等。没有翻的那个。哦，牛肉很快熟了哈。不能够太熟，太熟就柴了。哦。哇，都切得很厚哦。不知道口感怎么样呢？是这样的。苦瓜苦也不怕的，拿多一点。嗯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好吃。都可以。我想到。但是我们这一家的那个，虽然看到这个肉薄薄片了、啊，咬下去柴柴的，这个叫做肉，它那个肉很厚，但是它有腌制过，可能、嗯、所以没有这么硬、啊。这个有带一点辣味。有在网上有些人讲它会咸、嗯啊，你觉得呢？我个人重口味了，我觉得够味哦。够味啦，老人家可以吃了。可以有、哦、这个肉很重，这个肉很重 ，OK， 没问题。OK， 嗯，大致上都是。这个都是还不错，都很不错，都很好吃。好吃。现在我们来烤这个沙白，不知道是怎样烤的，尝试一下。它等下会开盖吗？会有。它是突然间开还是慢慢开？不知道，慢慢我们来研究。慢慢在跟观众聊聊天，我们来吃这个。然后它的那些材料都是很丰富了，都不错，选择也是很多。牛肉不错是吧？牛肉不错哎，嗯，很多样的。那鸡腿腌到很好吃。然后主要就是它的熟食的选择就多了，熟食的选择多。如果你们来到的时候刚好肚子很饿，就先选。熟食的东西先吃一点。我看刚才是真的是六点上到晚，我们五点来的时候，他很多还没有出，然后就慢慢到五点半这样子就差不多出大部分都出了啦。然后
六点就全部出，最后一道是咸蛋苦瓜。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来吃看哦，毕竟现在你一家人出去吃一餐，一次啦，你吃是有要两三百块，这边的话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价钱，但是你就又不怕讲很贵啊，你就可以慢慢吃，慢慢吃就是咯，我觉得很爽，没有限时，没有限时哦，没有限时是最好的，没有压力的。然后等下也是有水果啦，也是有雪糕啦，你就慢慢享受咯。哇，我的小厨师，小厨师煮的香烤鸡排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拿了一个小馒头，我刚刚吃了一小口，口感还不错，就是很淡的奶香，没有啦。我这个是刘心怡特调的蒜米辣椒青葱酱油辣椒给摘，然后这样吸满了那个汁。嗯，辣，很香，吸太久了有点辣，好吃的好吃的，啊，口感都很赞。我本来想要吃一口的。啊。不过外面吹吹，它里面冷冷。OK 啊。里面有一个奶香的，就是一点点的。牛油味道啊，牛油。先不推荐。推荐推荐，这边推荐，这里比较适合老人家，又便宜又好吃。有什么我喜欢吃那个炸苦瓜，可是很苦的，我们觉得很苦，可是婆婆觉得很好吃。烤鸡肉配生菜，该忘记拿生菜，这样吃才对吧？要吗？来。它的鸡腿真的是腌得很不错，它的肉不是鸡胸肉，是鸡腿肉啊。那吃货 ，yes， Happy 给我的，他出门之前拿给我的。我刚才看到这里，我都做 ABC， 太好了，我超爱。这个跟上次吃那个阿湾一样咯，还是现在的火锅店都有提供啊。红豆，一点点。也有千多耶，太好了，它千多看起来不错，是哦，旁边那甜品还有水果那种全部丢进来，玫瑰露一点点 OK， 一点点哦，哎呀不用紧啊，多一点汤匙先拿一个，然后呢，再加一点这个，我喜欢吃椰子布丁，所以拿多一搞。那个 cake 的话，拿一搞好了。中华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用紧啊，我觉得那个蛋糕吃冰一点的会更好嘛。虽然讲我对水果过敏，可是比较美嘛，这样子。谢谢，我还是很想要吃西瓜。我比较好奇它的椰子布丁吃起来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哇，还比不拿掉吗？慢慢拿，还没有结束。OK 啊，很香一下。再看它的西瓜。西瓜就是椰子，越来越甜。都 OK， 好吃好吃。还有它的 cake， 我就直接放上来了啊。cake 也不错。DIY 自己做的冰箱，给比心。嗯。是甜品咯。这个我拿的这个，它讲是蜜瓜。我在看是不是跟外面不一样嘛？它这个很像不同的包装。蜜瓜。怎样？好吃？蜜瓜口味，像不像吃蜜瓜？它的雪糕是不是这个来的？是别的口味，刚我们吃了很淡。哇，这老板有种肉肉哎！这里的厕所也是很干净，下里面女生都得有三个。谢谢收看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拜拜。
果还有什么好吃的补费，记得留言给我讲，我下次再去吃啊，谢谢。